用很简单的笔画画出一朵玫瑰花。现在大柱子老师来带你用很简单的笔画就可以画出一朵玫瑰花。由坨坨老师来讲解。首先在图画纸上面写一个大大的数字八，但八不要写完，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像 S 的形状。我们在 S 形状上面这个部分画出另外一边，就变成了爱心形状了。画到这里，像不像一个长了尾巴的爱心？哈哈。接下来，在爱心里面顺着这条线画一个小卷卷，在两边各画一条线，再画两条弯弯的线，把两边都包起来。简单的画点叶子，就变成玫瑰花了。很简单吧？现在就来画画看看窝。